在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的聚会当中，呃，我就特别联想到我们的敬拜里头，呃，有一位美国的牧师叫 John Piper，P-I-P-E-R，P、e、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派伯牧师。他在一九九六年左右写了一本书，啊，英文的书名是《Let the Nations Be Glad》，Let the Nations Be Glad。 呃、中文我想可以把它翻成“愿或者让列国欢呼，愿列国欢呼。”在这本书里面，派博牧师呢，他一开头就讲了一句话，是我今天早晨以及今天下午特别联想到的。当然，他是写英文，他是这样说：“Where there is no worship, there is mission。”哪里没有敬拜？ 那里就是宣教，或者那里就是传福音。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所以我的心中的祷告是：当我们在享受敬拜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从近处到远方，还有好多的地方，人。 没有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而那里，就是我们该去的地方。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出自于新约《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稍微长一点的经文，所以大家要稍微忍耐一样啊！我要把这十九节的经文啊读过一次。 但是我相信，呃，应该对我们很多人，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描述着在早期教会当中所发生的第一次逼迫事件，第一次有人起来反对早期门徒们他们所传扬的主耶稣基督，而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 尤其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在这一个信仰里面，其实我们面对到许多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冲击。虽然有可能从很多的角度跟在这里的记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深信，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更多的从使徒信心。 从呃，对不起，从《使徒行传》，从早期的教会一起来学习。所以，若是你圣经已经打开的话，容许我从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直到第十四章的第三十一节、第十十三节这样说：“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当时的一些的宗教领袖们，他们见彼得、约翰的什么胆量。” 请特别注意这个词，会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他们见到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名，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你会记得第三章描述彼得跟约翰到圣殿，他们在进圣殿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 他在那边求周济，彼得、约翰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你有机会去看第三章，就看到这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就站立了起来，边走边跳，跟彼得和约翰一起进入到圣殿的里面。就是这一个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驳，于是就吩咐他们从工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该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 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要奉这名对人传讲，或者讲论。于是就叫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这样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信息的主题，不能不说。你们自己去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官长为民呃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呃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所行的那个神机，都归荣耀与神。 原来借着神机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二十三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呃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的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以及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 托你的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高者。二十七节希律。 和比呃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及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来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以及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什么胆量，讲你的道。 以免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机骑士，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什么？放胆讲论神的道，不能不说。我刚刚提到了这一段的经文。 是紧接着，彼得在第二章讲了一篇，到第三章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四十多岁的一个人，而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是第一次在教会里面逼迫临到了教会。其实我在预备的当中，我特别就觉得这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因为是。 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逼迫领到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其实，当我反复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触就是，其实这个逼迫是蛮莫名其妙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也读了，我们看到这些宗教的领袖，其实他们反对彼得跟约翰所传讲的信息，但是呢，他们心里面也很矛盾。 为什么呢？因为活生生的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被彼得和约翰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着医治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男人，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无话什么可驳，他们行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神迹。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虽然是无话可驳，虽然是。 一个他们不能说没有的一个神迹，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件令我们很可能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虽然看到了这个神迹，那一个人活生生的站在彼得跟约翰的旁边，但是他们坚持还是不相信。他们坚持还是不相信，虽然有一个活生生的神神迹，但是他们仍然是。 坚持不相信，就让我想到，是不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看到一个神机，不见得就一定会相信。倒不是说我不相信有神机，我相信今天仍然神透过神机骑士在行事。但是我想针对这一节的话，或者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能够看到，是的，一个人能够看到神机，但是。 不见得就一定会相信。我就思想到，会不会今天，当然有一些人他们的不相信，他们遇到一些的困难，他们有一些的想法，他们觉得好像圣经有一些的矛盾。但是会不会从某一个角度，常常一个人的相信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不相信，其实不是一个头脑的一个问题，乃是一个心里面的问题。 这一些人的不相信，不是因为头脑的问题，因为明显的有一个人，他活生生的站在他们的前面，乃是他们坚持不相信。在英文有一句说法：“My mind is made up, don't confuse me with the facts。”我就是反对，我就是不接受，不管你做什么，那就是一个神迹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还是不相信，这个我想已经不再是一个理智上面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心智上面的一个问题。逼迫就临到了教会。我顺便提一下，其实我想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也就特别想到了，我也刚刚提到了，这是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逼迫临到了教会。换一句话，其实。 教会，甚至你我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我们遇到一些反对，我们甚至遇到一些的逼迫。其实，我想，我们就因此也不要太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两千年以前就有人反对这个信仰，两千年以前就有人逼迫那一些信奉这道的人。所以，反对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上帝也提醒着我们，其实今天在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人都没有像你我今天下午能够在这边自由的敬拜上帝。我们把它称为是受苦的教会。其实，单单在亚洲离我们不太远的一些的地方，就有人没有办法像你我这样公开的在这边自由的敬拜上帝。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常常纪念这一群人。 求神保守他的教会，特别在那一些的地方。但是同时，我也觉得，是不是在这一个地方，我们也要福中之福？我们能够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面，我们仍然能够享受享受宗呃宗教的自由。我想这个是一个福气，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做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就回到这一段的经文。 在这一些的挑战的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当然，我们看到了一群不能不说的人，而我们特别在读的时候，我们强调了“胆量”这个词的出现，三次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在第十三节，他们看见了彼得、约翰的胆量。 到了第二十九节，他们的祷告是求你让仆人们大放胆量。到了第三十一节，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在这些的挑战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了门徒们他们的胆量，他们怎么样成为了不能不说的人。 我今天就愿意从这三次胆量的出现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也如何成为一群，我们的教会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不能不说的教会？因为我深信这一个时代迫切所需要的，就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这一个时代迫切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教会，是一个不能不说的。 教诲。我们或许在看这三层三次出现之前，我们很能够，我们首先能够来了解“放胆”或者“胆量”这一个词背后的意思。若是我们去查圣经的话，在原文，在希腊文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一个词的出现呢，其实一共有三十一次之多。我去仔细看这三十一次的时候，我就发现。 从负面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放胆胆量不是什么；从正面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放胆胆量又是什么？它不是什么呢？在这三十一次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它绝对不是一种骄傲，不是一种傲慢，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瞧不起他人，甚至取笑人的一个心态。这不是放胆，圣经的放胆。 这不是圣经的胆量。相反的是什么呢？相反的，若是我们去看这三十一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它常常是跟羞愧做一个相反词，它常常用有跟犹疑不定做一个相反词。其实讲通了，它就是坦然无惧，且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 这就是圣经“胆量”这三十一次出现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明白“胆量”的意思是什么。或许我可以停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在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个地方。我其实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我的父母亲在台湾有二十五年的时间，我是在屏东。 出生高雄跟台北长，长念大学的时候，我才回到了美国。在一九九零年的时候呢，我就加入到了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在一八六五年所开始的一个差会，当时是叫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它是在一八五三年的时候，在交通非常非常不便利的一个时刻。 用了一百六十三天，从英国抵达了上海，中国开始了他五十五十多年的宣教生涯。当然，这个差会现在是另外一个名字，在台湾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华内地会，在其他的地方被称为是海外基督使团。一九九零年的时候，我就加入到了。 使团的里面是的，姓戴的也要加入这一个拆会。虽然姓戴的的高祖父开始了这一个拆会啊，但是没有所谓的走后门啊。呃，可以因为姓戴就进入到这一个拆会。我顺便提一下，我申请了三次才被接受。就来到了台湾，或者应该说回到了台湾。一到了台湾，工厂主任。 就约我谈话，说所有的宣教师都要学语言。我说你，你要我学什么语言？我国语已经能够讲妈妈妈妈、猪猪猪猪、丝跟之，该卷舌不该卷舌，我大概都可以分得清楚。哎，我顺便提一下，我觉得我们的国语哈越来越糟糕，容许我这么说。我只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二跟二，我们常常分不清楚。 他说你要学语言，我说你要我怎么去学中文呢、啊？我已经会讲国语了。他说老那,那没有关系，那你就去台中去学台湾话。我就对工厂主任说：，哎、欸，我是对细汉吼大抵台湾，我细汉熊爱看的吼，就是布袋戏、苏亚文下被两起。这个一讲出来，就好多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布袋戏 你们这一个年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你们都没有看过哈、啊，非常好看的哈，总教练哈苏亚文哈被人踢。 啊、我说我都会讲这一些了。啊，神特别给这个工厂主任有聪明和智慧、啊、因为他说这个在布袋戏上面的这一些台语，不是今天在教会里面讲的台湾话，在教会讲的台湾话是什么呢？就是咱来啥嘎阿桃吉德，咱做回来俄罗兄弟。啊、这些有可能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都听不懂。 我就乖乖的去台中去学台湾话。哎，你们知不知道“烂”跟“惯”的差别是什么吗？我们国语没有这样的一个差别，但是台语不一样。我们国语都是说“我们”，但是在台语里面，“惯”跟“烂”是不一样的。 那你只要不知道那个答案的话，聚完会你来找我来解释给你们听。我就去到台中去学台湾有一次坐国光号，坐国光号到台北来，在那边排队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乘客站在我的旁边，我就想，哎呀，现在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大家都在等国光号啊，我就跟他分享了福音。后来讲了一讲，我就想，哎，我也应该问他一些的问题，我就问他，我说，哎，那某某先生啊，我说，那你。 有没有信仰？他说我有信仰。那我说你，你相信什么呢？他说哦，我是一个佛教徒。我我喜信不搞诶，我是信佛教的。我就做了一件事情，一直到今天我后悔的事情。我紧接着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想请问你一下，我常常听人家讲他们是信奉佛教，但是究竟信奉佛教是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紧接着就跟他说：“那你怎么去相信一个你根本讲不出来的东西呢？”骄傲、傲慢、瞧不起、取笑，那一天没有什么下文。这不是胆量，这不是放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究竟门徒们的胆量是从何而来呢？三点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我们在第十三节那边读到了，他们看见了彼得跟约翰的胆量，然后注意下面这里的描述，他们又看见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换一句话，门徒们的胆量低，是因为他们跟从耶稣，因此他们就有胆量。什么意思呢？我想在这短短的描述里面，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知识跟认识、知识跟跟随，有的时候不太一样。 在这边，他们被描述是没有学问的小明，其实，那个“小明在原来的意思是粗俗的一个意思。他们没有任何的知识，但是他们却认识了耶稣基督，且跟从了耶稣基督。我就在思想，知识跟认识其实虽然有关联，但是。 其实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你我可以有很多的知识，对圣经的知识，不等于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两年、两年半多的时间，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服侍，我跟师母三十多年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二零二零年的六月上任，担任华神的院长。 在这两年、两年半的当中，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在教会也好，特别我想在神学院，我们绝对不可以把知识跟认识放上等号。是的，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会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这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若是这一些 knowledge， 只是停留在一种头脑的一个层面的话，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话，其实这种知识只会让人骄傲，只会让人玩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首先他们有胆量，其实不是被建立在他们知道多少，乃是他们认识谁。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 religion，是一个 relationship。不是我们知道多少，乃是我们认识谁，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过，我们看到了，其实他们是跟从耶稣或者跟过耶稣。若是你看英文的圣经的话，有可能就稍微明显一点，因为在这个翻译的过程里面，其实它所带出来的一个含义就是他们与耶稣同在。 换一句话，他们在那三年多的当中，他们不断的能够看到耶稣所说、耶稣所做、耶稣啊、呃、其他方面，甚至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他们是一群跟随、跟过耶稣的人，而当他们在那三年的当中，他们其实也看到了耶稣遭受到人的反对。 因此，从某一个角度，耶稣就成为了他们的榜样。人怎么样对待耶稣，他们就看准，他们也会被如此对待。延伸到你我的身上，人怎么样对待耶稣，人怎么样对待这一些的门徒，很可能我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事情。因此，他们没有胆怯，因此他们没有呃上胆。 乃是他们更加的在这一个地方，他们有胆量，他们有胆量，他们是一群跟从耶稣的，不是被建立在知识上面，是被建立在他们与主一起同行的当中。但是我也思想到，会不会在这个跟随主的里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当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赢得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他们也愿意用他们的生命来回应，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今天在这个福音的里面，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到这何等奇妙的一个真理？怎么样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而当我们经历到这个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我们愿意放胆、有胆量的来为主做见证。我们其实有几年的时间是住在香港，在那几年的当中，我们有机会参与在一些服饰的当中，特别在一些我们把它称为是创起地区。 来服侍，就是那些没有办法基督徒去的地方，或者宣教师没有办法公开去的地方，必须透过职场，透过不同的专业去到那些地方服侍。我们所去的某一个国家，我们其实在帮他这个国家做一些社会的一些的服务的工作。我们透过动员医生去到这一个地方，透过医疗的方式来为主做见证。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在医院里面，我们遇见了一个吸毒犯。他来到了医院，要接受医医疗。后来我们坐下来跟他谈的时候，他才告诉了我们，其实他前一天来，医生看了一下他的情况，跟他说没有办法帮他，要求他第二天回到医院来，他的手要截肢，因为他是一个吸毒犯。 他用不干净的针头来吸毒，结果就发炎了。但是因为是犯法的，他不敢去做这个治疗的工作，直到等了太晚，医生说救不了，要把他截肢。他就给我们看了他的手，几乎可以看到骨头，可以看到骨头。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祷告：祝啊。 求主你在这一个年轻人身上来工作，我们把这个年轻人称为是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信了耶稣基督，他信了耶稣基督，其实非常的奇妙。这个故事，因为我们每一天就请他回来医院，我们帮他擦药，然后我们为他祷告，我们跟他做朋友，我们就把这个福音与他分享。 后来他就不仅是做了基督徒，神也完全医治了他，没有需要截肢。有一天下午，他来到了医院。他说：“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跟你们讲，什么事情呢、啊？”他说：“其实我是一个吸毒犯，我是从劳改营里面逃出来的。各位为我祷告，我要回到劳改营里面去行完我的刑罚。” 我们就想，哎，是不是有警察来抓你？所以，所以，所以你要回去？他说不是，我是要自愿回去的。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就为保罗祷告。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坐车坐了两天，走路走了半天，到了那个劳改营，远远的那个营长就看到了他，卫兵冲出去把他包围，弄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来。 他们说那些把你押回来的警察在什么地方？他说没有警察把我押回来，我是自愿回来的。那个营长说没有没有人自愿愿意回到这种地方。你是不是吸毒迷迷糊糊的呃才我以为回家好像真的就回家，就走到他的旁边看他的眼睛，清楚的看到其实他根本没有吸毒。 眼睛眼睛亮得很，就问了保罗说：“你为什么回来？”保罗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每一次想到，我心里面极其的感动，就想到了彼得跟约翰的胆量。保罗他说什么？这个年轻的这一个年轻人他说什么？他说：“我回来一要行完我的刑罚，二我要为主做见证。” 让在监牢劳改营里面的人能够看到，其实不是任何的道理，不是任何的主义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门徒们有胆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第一，第二。 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看见门徒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跟从耶稣，第二，我们看到了他们也是笃信上帝。 什么意思叫笃信上帝呢？刚刚我们读了，你会记得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恐吓了彼得跟约翰，后来就放了他们走，他们就回到会友那里去。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他们就到了会友那个地方，二十三节，他们就把祭司长以及长老所说的话就都告诉了他们。 教会里面的弟兄和姐妹们，然后注意第二十四节，紧接着说什么？他们听见的时候，就同心合意，高声的向神说，以下就有一个祷告文的一个出现。 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到冲击。为什么呢？因为我读这个祷告文，其实当我读这整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些门徒们虽然他们遇见这样的逼迫、这样的困难，但是他们不惊不慌，他们总是好像有一个笃信在那个地方，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虽然他们遇到了困难。 但是他们深信，其实在这当中有神的带领。他们笃信上帝，他们笃信上帝，就如同旧约有一个人，我相信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旧约的约瑟。从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到第五十章，你有机会回去读那十四、十五章的经文，你会发现在十个不同的场合，约瑟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 十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七次是他的哥哥们回到埃及的第二次与约瑟相见的时候。当他的哥哥们知道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个埃及的宰相是他们十三十四年前卖到埃及的约瑟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惶恐，非常的害怕。 但是约瑟对他们说什么呢？约瑟对他们说：“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乃是神把我拆到埃及。” Not sold, but sent。他遇到了这些的困难，但是他们笃信约瑟笃信上帝。 那我们回到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其实，当我们读这个祷告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到了就是他们笃信上帝的主权，笃信上帝的主权。他们同心合意，高声向神祷告，说什么呢？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请大家特别留意，他们一开头。 就用“主”来称呼上帝。我去查了一下，在这里翻译成“主”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希腊文的词。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在新约里面，其实我们仅仅的会注意到它出现了有只有十次之多。 而这一个词背后的一个含义，它所强调的就是一种主权居首位、掌王权的一种意思。下面其实“主”也翻译出现了几次，但是在那里的出现都跟这里的“主”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词。这一个字所强调的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是掌权的上帝。 就让我想到我的高祖父曾经讲过一句话，我非常的阿门这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是神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若神或者耶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他们笃信什么？ 他们笃信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但是不仅是如此，当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怎么样，也深信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不单单是有主权，他也是全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他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渺小的上帝，他们的上帝乃是创造天地海洋一切万物的上帝。他们看到了他们的上帝，他们笃信他们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全能的一个上帝。 有一点像旧约另外一个人，也是充满胆量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拉合。若是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告诉了我们约，约是呃约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去到了耶利哥城，他们就去到了拉合的家里面，拉合其实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护了这两个探子。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再往下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地方，拉和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生动。是什么给他那样的一个胆量呢？他在那边告诉这两个探子，以色列的上帝，我特别喜欢我们中文的翻译，他对他们说：“你们以色列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上天。” 下地的神，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神，我们太渺小了。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上帝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造天地海以及其中万物的。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胆怯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忘记我们的上帝是何等伟大的一个上帝。 所以我们第一看到他们笃信他的主权；第二，我们看到他们深信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但是不仅是如此，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他们引用了在祷告的这个祷告文的里面，他们引用了在一千多年前大卫在诗篇第二篇，借着神灵的启示。 所记载下来的诗篇第二篇在这边，他们引用说什么呢？外邦为什么争论？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呃，要攻的，要要抵挡主，并主的受高者。他们引用了旧约一千多年前神透过大卫所讲的。 一句话，就让我想到他们的笃信的第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他的主权，第二个要素是他的全能，第三个要素是上帝的启示。上帝怎么样？透过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言了，在一千多年之后将要会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有上百个预言。 描述了将来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后所会发生的事情。上帝是透过他的启示，因此这一些门徒们，约翰和彼得，放胆的。 来为主做见证，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位上帝是启示的上帝。但是有第四件事情，我觉得他们的笃信，我们刚刚提到了，第一个就是他的主权，第二个就是他的全能，第三个就是他的启示，但是第四个，我们也看到他所启示的其实都成就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边他们的祷告里面，他们特别提到了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个城市里面聚集来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我们的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上帝，他多年前所预言的果然，果然就发生了。 他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渺小的上帝，也因为他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渺小的上帝，他们更加的有胆量，不能不说。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他们的胆量是从哪里来？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第二个，我们看到他们的胆量是从哪里来？他们的胆量是从笃信上帝而来。 笃信上帝而来，但是很快，第三，他们的胆量是从哪里来？在第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什么意思呢？第三个要素，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 顺便提一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第一个要素是什么？他们跟随耶稣。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他们笃信上帝。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第三个要素是他们领受圣灵。 耶稣、上帝、圣灵，在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的工作，就让这些门徒们更加的有胆量为主做见证。他们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被圣灵充满。 我差不多有七分钟的时间，要讲圣灵充满的道理。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且我也知道，其实有关于圣灵的工作，特别有关于什么叫圣灵充满，在教会里面其实不少争议，甚至造成了一些教会的分裂。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件事情。怎么说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呢？我据呃既然被神所求的被关起来，我劝你们既然蒙招，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招的恩相称。紧接着第四章的第二节，他告诉他们要竭竭力保守所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吗？ 圣灵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要去竭力的去保守，却没有想到，这个真理却带出了很多在教会里面遗憾的分裂。这是可惜的，这是可惜的。但是在今天下午非常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 容许我单单从这一段的经文，以及在这一段经文的里头，我的观察有关于圣灵的充满所应当带出来的，是些什么？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第一个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充满，临到了彼得跟约翰，临到了门徒们。其实这一些人他们都已经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对不对？他们已经是基督徒。当然，一个人信耶稣需要圣灵的工作。 需要圣灵来开导他的心，但是很明显，在这边他们被圣灵充满，是在他们信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可不可以这样说？信耶稣是一件事情，圣灵充满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一个人可以信耶稣，也需要圣灵的工作。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一定是需要圣灵的工作。但是一个人信耶稣。 不见得他就被圣灵充满，如同在《使徒行传》里头的描述。若是如此的话，耶稣就不需要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从上头而来的力量。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马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 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是信了主，他们经历到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另外的一个工作，把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第二，圣灵的充满是重复发生的一件事情，在第二章。 他们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一次。其实，若是你看第四章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在那边又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到了第三十一节，他们第三次在那边告诉我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了。换一句话，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一个真理，其实是不断的可以也应当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因此，我常常祷告主啊，求你把你的圣灵再一次充满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当中。第三，不单单是在信主的身上发生的另外的一个工作，不单单是重复发生的一件事情。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一个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看得到的一件事情。若是看不到，怎么知道被圣灵充满？而这个看得到是看到什么呢？非常的有意思。若是我们回去看《使徒行传》的话，几乎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虽然圣灵充满，很可能可以带出别的一些的现象，但是至少圣灵的充满应当带出的一个现象就是。 放胆讲论神的道。你有机会回去看，所有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关于被圣灵充满的经文，都一定跟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有关联。我再一次说，不一定只有这一个，但是一定会有这个，一定会有这一个。所以门徒们。 他们的胆量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个，他们与耶稣同在，跟从耶稣；第二个，他们笃信上帝；第三个，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领受圣灵，使得他们成为不能不说的人。而我可不可以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我？ 是不是不能不说的人呢、啊？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不是胆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是胆量，而这个胆量不是你我自己制造出来的，乃是这一个胆量在今天下午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有三个重要的来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跟随耶稣，第二个我们要笃信上帝，第三个我们要领受圣灵，使得我们更加的能够成为不能不说的人。我有一个故事，一个见证做结束，跟胆量。 直接有关系的，第一位把福音带到中国温州的内地会宣教士，是一位苏格兰的一个信徒，他的名字叫曹雅池 g e o r g e Stott S T O T T George Stott，你们到 Google 可以找得出他的资料来。他申请内地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 不被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只脚，在年轻的时候撞到了石头，后来就伤到了，到了最后面呢，他只能够截肢，一只腿。他申请内地会的时候，内地会的同工说：“你一只腿不可能去中国。”那时候中国也比较保守，也比较反对这个信仰。他们说：“你。” 你一只腿去中国，万一有什么暴动的话，你你一只腿都跑不掉，你怎么跑不过跑得过别人？曹雅芝怎么回答？嗯、胆量、嗯，他说我不打算逃、啊。然后他加了一句我觉得很幽默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两只腿都好的人不去，那当然只剩下我去了。 就凭着这一句，戴德生就接受了曹雅池。去到了中国。先是在宁波，后来是在奉化，我们老蒋的家乡，在那边学中文。后来就被派到温州。其实温州话是很难听得懂的一个方，我不是说很难听哦，我说很难听得懂哦，请大家务必注意我讲。 曹雅芝就去到了温州，第一个宣教师，第一个人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的人，果然，温州人抗拒这一个福音，给曹雅芝取了一个外号叫“红毛番人”，红毛番人，昂摩还那正。 跟他说：“你赶快逃，你赶快逃！”哎，我读曹雅芝的见证哈，我就觉得哈，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学习有幽默感，不要太严肃。曹雅芝就对温州人说：“哎呀，我看别跑了，我也跑不过你们，就省下体力了，我就留在这边，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你知道，就在那个幽默的里面，温州人就居然让曹雅芝就留在温州那个地方，福音就传开了，福音就传开了。但是今天两岸的关系有点紧张，但是若是在某年某月某日，你有机会去到温州，温州市有一个花园巷街，在花园巷街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教会，就是当年曹雅池他所设立的教会。温州市，温州市的人口大概是在八百万左右。虽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基督徒，但是呢，一般人认为在温州信耶稣的人。 至少有百分之十的人，八百万，有八十多万的人，是因为一个不能不说的人——曹雅芝，离开了苏格兰，去到了中国，去到了温州，学了他们的湘谈，用温州话讲述说神的大能，就带领了温州人信耶稣。 今天有很多人会这样称呼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中国的耶路撒冷，怎么会是这样呢？不能不说，曹雅痴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是一个笃信上帝的人，是一个领受圣灵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成为，不能不说，我们低头。 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呃，下午的时间。谢谢主，把这段历史把它记载下来。教会第一次遭受到逼迫，但是谢谢主，虽然遭受到逼迫，遭受到困难，但是主啊，你的教会不上当。 乃是反倒成为一个有胆量的一个教会为主来做见证。主啊，虽然我们的环境跟当时是极大的不一样，但是求上帝你帮助我们，帮助 Hope Nation，在这一个所谓常常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主啊，让 Hope Nation，让我们每一个人。 也立志成为一个不能不说的人。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就如同彼得跟约翰，主啊，我们跟从耶稣基督，我们笃信上帝，我们领受圣灵。主啊，使得我们不仅是不胆怯，我们反为反倒成为有胆量的人。是的，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让 Hope Nation 成为不能不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